主料，红苹果一个，栗子糕一块，胡萝卜一小块，辅料苦瓜子、生菜、饼干、瓜子、熟坚果，淡盐水一碗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水果及食材准备，先将苹果切出风车的叶片，用淡盐水泡上，防氧化变皮。将栗子糕切成风车房，用饼干当太阳，瓜子当阳光，用剪子剪出草地，吃苦瓜子当小花朵，胡萝卜切出蝴蝶的翅膀，用芝麻酱画出触角，一个瓜子当身体，配上一杯酸奶及一些石榴籽，就可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，先将苹果切出风车的叶片，用淡盐水泡上，防氧化变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